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那今天的话，7月23号礼拜五啊，恭喜各位好朋友，明天又可以放两天假了哈。好的，好，那我现在在德隆场这边打完哦，累积这个黑四币啊。好，因为在8月3号的时候会进行这个大改版嘛。好，那我在想那时候呢，应该会出一些新的饰品，好，黑四币可以买的饰品哦，所以趁现在，好，就是先累积一些。好，目前我身上黑四币的话，应该算蛮多的，好，给各位朋友看一下。总共有3万多哦，总共有3万多哦。那如果未来有出新的饰品的话，应该就可以直接买了。好，目前最高级的饰品好像也差不多1万多吧。好，那如果说以后有出100级饰品的话，我在想顶多2万多，我就可以直接买了。OK， 那我军团的这个钱啊更多啊，这个有40几万。好，但是要买什么就不清楚哈，我通常都只有买这个原地复活卷轴而已。OK， 好，对不起，我这个画面啊一直有出现这个配对中哦，我希望不会影响到各位朋友在观看哦。因为我习惯性在打王的时候啊，就是会点一下这个战役，好，再点一下这个经营场，然后再点一下虎威斗技啊，看看有没有朋友哈愿意来跟我 PK， 哦，那通常是没有啊哈，我已经配对了1个多小时，我看一下我在主场这边多久，我看一下状态就知道了，特殊状态不是战斗状态，目前的话已经受及时累积伤害27%，所以我应该也差不多在这边哈将近1个小时了，好，将近1个小时了，好，那一个人都没有愿意要跟我玩的、啊。哦，很可惜哦。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时段比较冷门吧，好、哦，所以才没有配对到其他朋友。哎呀，过不去传点哦。哎呀，过不去。哦 ，OK 了，好 ，OK 了。哎、欸，其实我在想这个配对中啊，哦，我刚刚临时想到，我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显示在对话记录这边？啊、哦，对对对，这边就是说哦，谁在等待这个竞技场配对中？哦，就类似那个跨服军团征战一样啊，就是你可以花钱哈、哦，你可以花钱就是去喊说哈。哦这是谁邀请对战啊，好，欢迎一起来配对。好，那我在想这个应该也是可以这样子比较办理哦，应该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应该就会比较多朋友哈，就是一起遇到哈，一起来打了啊。对，我今天在赌场这边哈打了一堆东西啊哈，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就是这个看一下这个毒龙，这个毒龙骨油还有这个毒龙胆液啊。好，那这两个东西我在想应该没有什么用了，我在想慢慢的这个毒龙旧石应该也没有什么价值的，好，因为大家好慢慢的都不会去做一些比较低等级的装备嘛。好，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合成铠甲，好像这个是75级的装备哈，钢怒钢护贪狼甲，好，那75级的话会用到就是这个毒龙胆翼嘛，好，那巨门甲的话用到是毒龙骨油，好，那这个鹿豚甲95级用到的是毒龙旧石啊，那其实慢慢的这样大家等级就提升上了，大概平均等级已经到110级的，大家都会慢慢的往这个115级的这个装备去靠拢，就是会更高级的啦，那未来的话当然也会越来越高，我在想这些道具啊到最后都没有用啊，只能够丢商店，所以我在这边想要建议官方上看是不是可以用几个来合成上一些的方式来优化它的一个效益，不然的话这些东西真的到最后没有人买，好，流动性会变得非常非常低啊，好像我就觉得就是可以两个尝试挑战换成一个这个毒龙骨油，然后毒龙骨油两个就可以再合看看可不可以变成这个毒龙旧石，好，那毒龙旧石的话就是可以合成这个寒冰银沙就是一阶一阶上去，因为未来的话应该会出更多的这些毒龙坦，不是毒龙坦，就是 PVT 地图的一些装备道具，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些道具应该比较不会失去它的一个价值，好，不然的话真的以后都只能丢掉了，好吧，我看一下现在网还有没有很多啊，我真的打好爽，今天打了好多，3层左有4只，哇，真的超多了，时段真的很重要啊，好，打王最好的时段就是在6点多的时候，就是在5、6点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就是很多人，我刚刚右边有一只，我先打它好了，因为这个时段的话就是很多人都在通勤嘛，上下班，好，那再来就是小朋友，好，小朋友的话他们目前有卡通可以看哦，所以也不会干扰我哈，所以这个时段打王真的是我最开心的时光了，好，那其他时间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漂亮哈，比如说晚上7、8点的时候，可能小朋友就会吵着要跟你玩，因为没有卡通看了之后新闻，好，那就是也有很多人就是下班了，陆陆续续吃饱了，然后就开始打王了，所以没有什么王可以打，好，那顶多就是可能8点的时候打战场就这样子而已。好，所以如果说一个人玩的话，其实最好的时段还是在大概5点半到6点半左右，我觉得这个时段是最棒的，好吧？我刚刚我老婆传简讯过来哈，也传简讯过来，就是说要差不多要买晚餐了，好，所以我这次网打完之后啊，我也要去买晚餐了哈。我先暂停录影哈，各位朋友记得要吃一下晚餐。好，那明天奥运会开始的话，应该有很多节目可以看了哈，也可以 follow 一下，我可以 follow 一下。我一直有在关注这个女子跳水，好，看什么时候开始。哎呀，对阵成立耶，太爽了吧！太爽了，确定，有配对吗？
爽哦！配对一个小时，终于配对成功了、啊，真的好开心。这谁？贩卖中啊！贩卖中也很无聊哎，他竟然在找人打架哎，太棒了！他应该下班了哈，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竟然遇到他了。来来来来，跟他打一下，跟他打一下。好，可以遇到人就是开心啦、啊。不过我应该会被秒，因为太强，他水防特别高。好吧，好输得很甘心哦，有遇到就很开心了。好吧，那我要去买晚餐了哈。OK， 拜拜。